先画条竖线，这是驾驭飞冲天的战斗机，画出两边的机翼和机尾，不要宽窄一点。眉毛是一分为二的箭头，可以一高一低，一大一小。箭头下画两个半圆，上方留点白，下眼皮和眼珠子要对正，眼睛要落在眉心与眉梢构成的三角形之内。如果你在纸上画，不要这样涂成黑疙瘩，眼球要留白。机尾下画一条波浪线，它的微笑和球风一样让人猜不透。眉梢到嘴角有条看不见的连线，平行着画个 V 就是脸。下巴中间有个窝，箭头上一个下巴的距离起笔，画个八，开始画头发帘，只画半个耳朵就好。用艺术的笔法给球场艺术家一个艺术的发型，画出消瘦的面庞，之前留白的眼睛一点点涂满，剩下一小片空白，这眼神里全是假动作。把杀气收进瘦弱的刀鞘，他是克罗地亚的十号莫德里奇，这也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，你认出了吗？